右野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手接杀出局。打到了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左外野手在界外区扑下去。飞棒落空。直球打到右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直球打到中间方向，二垒手接到之后自踩垒包，前个半局上来中继的61号张毅，直球打到了中间方向的飞球中。这球直接打到了，上场的是第二棒。右外野方向的飞球。